8月4日，林志颖晒出自己在齐天大圣孙悟空中的哪吒造型旧照，笑侃当时看着哪吒造型觉得还挺帅气挺有型的，怎么现在看就觉得哪里怪怪的，尤其这外翻式短刘海越看越觉得自己像美少女战士。据悉，林志颖是张卫健版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这部电视剧里的哪吒扮演者，他那个可爱的表情看着非常大的哪吒，并且时不时撒一撒娇，感觉这个哪吒让林志颖演的也是挺绝版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